五万美军合围下的一百八十师，为何是志愿军永远的伤痛？汉江岸边的悲歌，全军覆没的一百八十师是志愿军永远的伤痛。汉江岸边埋葬着无数志愿军将士的尸骨。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，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，志愿军主动出击，消灭了两万余联合国军。可是由于美军撤退的太快，战果并不显著，战前制定的战略目的也没有达到。为了强化战果，彭老总策划了第二阶段战役。 志愿军一百八十师担任第一梯队，由汉城向东进攻。攻势停止后，一百八十师又担任阻敌任务，为兄弟部队提供撤退时间。没想到这次掩护阻敌却成为志愿军战史上的永恒伤痛。一百八十师遭遇了什么情况呢？他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意外呢？在视频开始前，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。 朝鲜战争爆发后，解放军各大军区都抽调部队入朝作战。当时正在四川剿匪的一百八十师也收到了命令，要前往河北接受整编。在河北，一百八十师的官兵们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集结整训工作。寒冷的冬日里，士兵们穿着厚厚的军大衣，在雪地上奔跑训练，他们的呼吸在寒风中凝结成白气。指战员们严格要求战士们，希望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的环境和任务。 全副武装的投入到即将到来的战斗之中。一九五一年二月，一百八十师的集训还未完成，前线战事紧张，他们被编入三兵团六十军序列，正式踏上了征程。一百八十师的成军历史并不长，一九四七年才抽调精干人员组建，大部分人员还是地方民兵，后来东征西讨，在数年的血与火中才逐渐锻炼出来。然而，由于装备较差，战斗力相对较弱。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二日，一百八十师的将士们身穿厚实的军装，背负着行囊和武器，踏上了充满艰辛和危险的征途。在大桥上，敌机不时飞过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但是，全师指战员毫不畏惧，高昂着头颅，迈着坚定的步伐，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夜幕笼罩着整片天地。他们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继续前进，坚定的走向目的地。 十天的昼夜行军，让战士们疲惫不堪，身心俱疲。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战士的风范和精神状态，顶着风雨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，抵达了上级的指定地点。一百八十师的紧急部署，主要是为了第五次战役做准备。彭老总策划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攻势，只为夺回战场主动权。四月二十二日黄昏，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。 但是战场上却是一片炽热，志愿军的炮兵部队打满了一个基数，第五次战役打响了。夜幕降临，大地上弥漫着硝烟的味道，炮火的轰鸣震耳欲聋，无数照明弹在夜空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照亮了整片战场。战场上，战士们的身影在炮火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威武和坚定。第一梯队的六十军和十二军配合中央兵团的行动，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和壮志。 一百八十师作为预备队，以其精锐的战士和卓越的战斗素养，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战备状态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。在向纵深穿插迂回的战术指导下，我军展开了有序而有力的冲锋，犹如铁蹄踏过平原，所向披靡。他们不畏艰险，不惧危险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书写着胜利的传奇。到了二十七日，第一阶段的战斗取得了巨大的成果，将来不及撤退的联合国军部队吃掉了很大一部分。 但是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撤退到了后方。为了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，彭老总决定发动第二阶段的战役。一百八十师被批准担任阻击任务，必须要拦住美军精锐的第十师。一百八十师的战士们整装待发，士气高昂，满怀信心地投身于这场决战之中。可是因为战前布置，六十军的另外两个师都被加强给了其他部队，一百八十师要独自据守巨大的战略纵深，势单力薄的一百八十师要如何完成任务？ 他们会遭遇怎样的困难呢？被五万美军团团包围的一百八十师，永远留在了汉江岸边，成为志愿军永远的伤痛。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，一百八十师们迅速集结，队伍井然有序地向北汉江前进。他们要拦住美军的增援部队，为其他部队的进攻提供时间。以不到一万人的轻步兵硬磕装备精良的美军，一百八十师的将士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铜墙铁壁，牢牢阻挡了美军的脚步。 阻敌任务完成后，一百八十师要撤退到何方呢？他们为什么会遭遇被美军包围的命运呢？在第一阶段的战斗中，联合国军撤退的速度很快，留下了空荡荡的防守阵地；而我军调动的部队数量太多，一时间拥挤在几处狭窄的山岭之间，毫无纵深可言。朝鲜东部山脉的地形也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，这些山脉的走势对我军十分不利。 很难实施穿插战术，无论是在攻击还是防守中，对我军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同时，美军经过前面数次的吃亏，也逐渐了解到志愿军的战术缺陷，那就是我军不具备控制空中权力的能力，这使得他们可以轻松封锁我军的运输线。面对这一局面，我军只能让进攻部队尽可能多携带物资弹药，可是总量消耗依然只能维持在一周左右，在之后就只能撤退。美军发现了志愿军的这一弱点后，很快就加以利用。 因为每次我军进攻时，他们会有意后退，让出阵地，直到我军随身携带的粮食快吃完了时，他们才会发动大规模的反攻。这一次同样如此，美军在志愿军发动第一次攻势的时候，就迅速后撤到安全地方，诱使志愿军继续向前进攻。然后美军在志愿军招式用老之后，才从容收复失地。彭老总意识到了美军的动向，前线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战果，于是下令撤退。 每个兵团留下一支部队阻敌。一百八十师再次接受到了上级的命令。在接到这个重要任务的那一刻，一百八十师的官兵们都心怀使命，他们知道自己肩负着重大责任。由于兄弟部队都被抽调，一百八十师要负责近三倍的防区守卫，这注定是一场异常艰难的阻击战。美军进攻的兵力和装备都非常强大，坦克、火箭炮等重型武器密密麻麻地布置在了战场上。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，一百八十师的士兵们紧张，但并没有惊慌失措，而是以昂扬的斗志迎接了敌人的进攻。整个战场上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气息，敌人的炮火不断的打在战士们的头顶上，土石飞溅，但战士们却没有丝毫的退缩。美军集结全部力量的进攻不容小觑，一百八十师的每个阵地都要面对三倍于自己的敌人，大量炮弹在阵地上爆炸，志愿军战士们付出了大量的牺牲。 阻击战打了两天，一百八十师牢牢守住了阵地，没让美军快速机动的策略成功，也为后方部队的撤退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。这个时候该考虑撤退的事情了。可是因为志愿军的部队人数太多，所处的地域又太过狭窄，因此在传达命令的过程中出现了混乱，导致前后不一致的情况。这种情况对于战士们的安全和撤退计划的执行都带来了不利影响，是日后压倒一百八十师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。 根据致私的意思，全军将于五月二十三日后撤，但是由于道路紧张，让三十九军提前一天撤退，避免拥挤。这道命令在平日里没有错，但是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下，意思很容易出现曲解，而电台里兵荒马乱，无法确认命令真实含义。所以兵团一级在给下面部队转达命令的时候，发生了第一次意外。由于命令的模糊性，将领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做出行动。 而这与实际的命令意图相去甚远，导致了对命令含义的曲解。命令转达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意外呢？一百八十师后来又遭遇了哪些危险呢？志愿军一百八十师被美军团团围住，唱响了汉江岸边的悲歌，成为永远的伤痛。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，处于一百八十师左翼的十五军突然后撤，留下了大面积的防守空白。六十军的另外两个师被抽调。 一百八十师防守的本来就捉襟见肘，现在又增添了危险。为什么十五军会突然后撤呢？和之前的混乱命令有关系吗？志司在五月二十二日给三十九军单独下命令，让他们提前一天撤退，给后续部队腾出撤退的时间。其他兵团首长误以为可以安排部队提前撤离，所以纷纷下令照做。于是，在八十师左翼的十五军也赶在二十二日晚间撤出阵地。 等到隔壁的一百八十师发现的时候，天都已经大亮了，敌人随时都可能摸上来。十五军撤退的太匆忙了，根本没有留下接应部队，导致一百八十师的左翼空门大开。如果让美军移动过去，一百八十师就有被包围的危险。幸亏兵团将六十军的另外两个师放归，一百七十九师及时堵住了十五军留下的口子，付出惨烈的伤亡，才将来犯美军击退。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，一百八十师和一百七十九师守望相助，还是有机会撤下去的。但是五月二十三日晚间的一封电报，再次击碎了这个梦想。兵团首长给各军下达转运伤员的命令，本意是主力部队暂缓撤离，给伤员留出时间，然后兵团指挥部收起电台，静默转移。然而战场之上，六十军首长误解了兵团命令。 他联系不到兵团，所以在转达时加上了自己的个人理解，让一百八十师留在汉江以南阻敌。于是第二个意外发生了。按照本来的路线，一百八十师应该撤退到春川附近布防，可是现在他们要守在汉江南岸，直到伤员全部撤离。就在此时，第三个意外接踵而至，右翼的六十三军突然撤退，一百八十师的处境变得无比危险。 美军很容易发现他们的空虚之处，等到第二天天一亮，局面就会变得无比被动。一百八十师向六十军发电报请示，六十军首长也无法决断，遂向兵团处发电报询问。然而此时兵团电台被炸毁，迟迟无法回复，六十军只得下令一百八十师就地驻守。这个命令让一百八十师错过了撤离的最佳时间点，彻底断绝了他们的撤退希望，为之后的汉江悲剧埋下了影子。 五月二十四日凌晨，志愿军六十五军也后撤了，一百八十师所处地区的缺口进一步扩大。美军的反应再慢，也逐渐摸清了战场局势，开始有意的深入穿插，想要包围一百八十师。此时，一百八十师的高层指战员也想过立即撤退，但是上级命令他们坚守阵地，他们就必须死死的定在那里，不能撤退。因为在战场上，前线部队面临着极其艰难的环境和压力。 而且通常只能获得有限的信息和指令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对于后方实际情况的了解非常有限。一旦阻敌部队后撤，可能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，长驱直入攻击我后方，对战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危险，造成严重的后果。因此，一百八十师只能继续守在阵地上，直到五月二十四日下午。军首长眼看情况越发危急，而兵团电报一直未回复，所以咬牙下令一百八十师撤退。 另外两个师负责支援，可是因为敌人的疯狂围攻，接应的两个师都没有到达指定位置，一百八十师必须独自撤退。这一路过得无比艰难。等到二十六日黄昏，部队分批突围，情况更加恶劣。一百八十师已经断粮数天，战士们只能挖野菜充饥。等到五月二十八日，美军的包围圈已经完成，一百八十师丧失了整建制撤退的机会。无奈之下，师首长下令分散突围。 在朝鲜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分散突围意味着失去组织，整个师完全失去了战斗力。一直到六月初，归建的一百八十师战士只有四千余人，一大半的战士或阵亡，或失踪，或被俘。这个师的编制相当于被抹除了。这是志愿军战史上最惨痛的一幕，数千将士血洒汉江，留下了无尽的伤痛，直到现在依然未曾愈合，在将来也会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。